这个是什么？叮叮。昨天在那个 Costco 买的，那个韩国的蒲烧鳗吗？蒲，对啊，蒲烧鳗。蒲烧鳗，冷冻蒲烧鳗哦，你看，哇，而且很便宜。这样两盒好像600多块，这么多这么大片，觉得这配饭应该 很甜美吧。我要用我的小红煎锅微波加热。别在一起怎么开啊？帮煎开了。好香哦，蒲烧啊。我只是退一退冰而已，就很香了耶。就酱油啊，对啊，是那种酱油的那种香味，对，然后把它夹起来，减少，要减少段吗？是，要怎么摆？对啊，这样比较大气呢，对啊，就把它摆一圈，反正它已经是熟了，对啊，熟了，所以我只要加热，太大片了，太大片了，可是这才刚退冰，所以摸起来冰。这样就不会有一些会蒸不到。你刚才是怎么退冰？我刚是用那个热水退冰啊。退冰一下下而已啊。这其实也还好，就把它放进去。哇，这太大片了吧？你真的不切？这样没办法哦。好好，切一下。这个好大片啊，真的。哇，这感觉要配饭哎，没有饭，我有那个五谷饭可以加一点。不要，不要吃饭。今天已经吃了很多面包。好，开切。你要拍吗？好。好。OK， 放进去3分钟好了。好。OK， 好，我们看看结果喽。好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好的吗？好的。好香啊。哇，咕咕咕咕咕，煮起来了，怎么办？那个酱油煮起来了。变酱烧。哇，这应该很好吃哦。对啊，变得好像卤味的感觉，整个卤汁噼里啪啦。哎呀，把那一条整个拉起来拍一张，应该是最长的那一条。哦，好香哦！好香哦！最长的那一条被你截两段。对，我截两段，跑掉了。我们还是要把它摆漂亮一点，对不对？摆盘很重要。可见我真的不会煮菜。看不见，也很长吗？啊！变了，变了，变。他们怎么连那个熟的都这么骨溜呢？哦，好多。对呀、啊，好多哦。你要看阿公爸一起吃一吃，很多哎、欸，这没有配饭应该会咸到吧？配酒。配酒。在边吃边聊，还有沙拉、啊。对啊，有沙拉。OK。好。这是 Costco 今天昨天早 EEL 蒲烧鳗吗？好，准备来边吃边聊。